feel the waves cut through me,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m breathing in. Hold tight, hold tight, chemicals collide. Hold tight, hold tight, hold tight. Dripping lights paint the skies, all because of you. Dripping lights paint the skies, only you.哦，进来了，进来了。有三个选择耶，要选哪一个、啊？第二个、啊。第一个是一般人。哦，交易载具，然后特。你说你的那个地图吗？哦，等我一下哦。Special vehicle works a little different. These are complex operations SecuroServe have planned and prepared for clients using state-of-the-art customized vehicles. They trust all their best performers with these tasks. 对啊，可以打雪仗。江江 ，Hello 零零五，买了都买了，都买了都买了，买了买了买了。OK 啊。那个公卖站提成在买，还买那个什么地下车库？我现在正在买啊，等我一下、哦。我看到你在公开啊！哦，真的、啊，要去那个办公室买。对啊 ，OK， 所以到这边这个页面的话，它有特殊特种货物啊，就是原本的，然后还有交易载具。那如果你要这个的话，就是要完成足够的交易载具任务，就可以解锁。那我们先选这个。好多点点哦，要选哪里啊？被七个都没过啊。欸、有推荐的位置吗？好像其实差不多哎、欸。差不多，价格也差不多哎、欸。我、哦、差一点点。价格也差不多。哦，有便宜的啦。有190万的，然后200多，哦，260几万的。我是买240几万。哦，它有载具的限制啦，40。不是都是40辆吗？我只是大概看一下而已。是没错啊，都40辆，可是价格有差哎、欸。285万的。我是找离自己车库近的。好啦，这个离我车库比较近一点。办公室。那我选这个好了。嗯。天哪、啊，我270几万。哇，基本款长这样，然后都会是290万，我的品牌是300万，哈哈，好贵哦。啊，买了没关系。所有生日都讲求门面，所以把墙壁涂满帮派涂鸦的话会不一样。那我选这个啦。好，等我一下哦。购买子仓库载具仓库，哇塞！等我一下、啊，跑车而已啊。你确定要获取一辆载具吗？确定。哇哦，好棒哦！超赞的啦！要偷取载具哦，运送770到仓库，你加入他的。你加入 Harry 的派对那个地图啦，我等一下再过去。我来买一下好了，有什么东东啊？这样应该就可以买了吧？哇，跳台魔宝哎、欸！这是不晓得做什么用的，300多万呢、欸！哇塞！尖锥魅影，还有水陆铁泥膏，呵呵，哇，开荒者，好多车哦，灭世暴徒，
哇，火箭狂雷，还有出什么呢？看起来就上面那几台了。Hello，奇威。二话不说，哎，它有两种哎，保镖事务所批发价格，立即购买价，哎，锁起来了。啊，若要购买此载具，你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拥有一间载具仓库。然后这个呢，一样，所以要去西欧那边有个载具的仓库才可以买这两个东西。所以如果你有保镖事务所的话，就有折扣价。那立即购买的话，就是300多万，好贵哦。好，所以其他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吧？我看一下这个500多万的，对啊，没错，400多万的话会折扣将近有100万哎，所以保镖事务所还是很重要的啊。真的，这是烧钱的开始。我来看一下笔记型电脑。OK，就是你买那个这个仓库的时候，会有三个选项。最左边那个是就一开始 CEO 办公室的时候会有卖货物，那中间那个就是像我现在这个就是交易车辆的，是要去有些任务要去偷车子进来，然后交易卖出去。然后当你卖的车子有足够的数量的时候，就会解锁特殊载具，就是最右边那个方那个东西。那我先出口，我先出去，因为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去做这个任务的部分。那我先改装车子跟那个看一下，就是我另外有购买的车子，特殊载具啊，在这个门里面。那它需要走楼梯下去，还蛮多层的。那有些特殊载具需要那个过任务，你才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买。那如果你有钱的话，其实你也不用 care 那个多少钱呢？那这全部的特殊载具呢，都是在这个地方。它有240万跟310万的这个是，来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有300多万，就直接买这个；那如果你有任务有解锁，你就可以用这个价格买。那每一台车都有它不错的地方吧。目前我是觉得这台装甲乡村跟开荒者。不推荐买，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就烧钱，然后又不知道哎。我目前来说，我没有看到比较好的那个推荐的地方。那这台小车子我还 OK，就如果你钱多的话，它前面可以发射机枪，然后它水上跟陆上都可以跑，但是它好像不能载人，它一人的。然后这个是3人座的。然后它一样是有机关枪，然后水陆都可以用。那这台呢，上面这个车子的上面有机关枪，然后真的还蛮像那个什么，那个《阴尸路》里面那台车，上面可以打僵尸有没有？然后开在车子里面，钱都可以买了。那这台我不确定它是做什么用的，它的轮胎有类似跳跳车功能，但是它不能跳。然后车子上面好像应该可以停那个直升机吧？就好，我觉得用处不大。那我觉得这台呢，它这台大货车，我觉得它的这个尖尖的部分，它可以把前面的车子挡，就是撞开。我觉得它蛮适合开路的，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任务要做的话，这台车是还蛮好。可以把那个前面的挡路的都撞开，包括大货车都可以撞开，超屌的。
然后再来是这台，这台也是可以把前面的车全部铲开。啊，如果你要做特技的话，直接撞开的时候，前面的车就飞出去了。开跳台魔堡，好，稍等一下哦。我先，这台车我也蛮推荐的，火箭狂雷。它这台车没有武器，我觉得它比较帅的是后面这个喷火的地方吧。那前面的部分就跟赛车没什么两样，比较帅的是这个。哈哈，一下撞烂了，对啊，主要是那个喷火啦，是还蛮值得收藏的。当然，如果你钱多的话，哈哈，冲撞还蛮好用的哦。为什么无言？有什么好无言的？这台车也不错玩的，我觉得这台车超级有趣的，一开始开的时候啦。看哪台车给我撞一下？直接什么车都可以把它铲起来，大货车也铲一下。看到了什么东东？哇！Hello，敏聪，你说这一台车要多少钱吗？等一下，我白人在附近呢，我先离开这边。哦，这台车猫失火了！哈哈，等下要爆炸！说完就爆了。哦，还有人着火了！哇，又爆了！哦，另外一台车也着火了！哇，太惨了！可以开水里的车子吗？我开那个水陆两栖的车子好了。等我下哦，开那台，等我下，我看看。哦，中到垃圾袋了。哈哈。车子应该都不耐撞吧，包括那台500万的车应该也是。
它有点像那个跳跳车加飞机的感觉。又是一个漫长的楼梯。这台可以水路，然后这台可以水路，开这台吧。小 Z，哦，有人在厮杀哎。发现他转弯的时候有视角会卡住，一般的车子就可以钻过去了，这台就不行，因为旁边有两个汽油桶。ZHN 是什么？你说 ZHM 是？啊，什么 JPC 啊？连大货车也可以撞开。可以拖货柜车吗？没有试过哎，可是货柜车去哪边找啊？对啊，铲，我觉得铲飞还是那台平的比较好开耶。小千一起玩啊！虽然说我等下就要下了，刚 才有邀你耶，说。要上去耶。
逆向。哇，超惨的。哇，这也飞太大了吧。可以啊。我还没有试过哎，我让他试试看。济公可以叫吗？哈哈，这台车好像是那个阴湿路的那个，哈哈，上面还有机关枪。很像疯狂麦斯会出现。对啊，阴湿路，哈哈。算一算。感觉跟一般的车没什么两样啊，就这样。喜欢啊，你要啊。所以他怎么换？可以换位置吗？哎、欸，我想说，怎么突然出现一个人？原来是。735啊，我买24多的那个飞机叫什么飞机？开到今天直播开到11点，你说 CEO 载具吗？可以啊。哦，帕格萨斯我没有叫过了。这感觉没什么特别的。这台车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功用哎。哦，它有弹跳车的功能哎。它轮胎有那个避震器，但它不能升降。它可以升吗？不行，不能动。好啦，放回去了，换另外一台。啊，我邀你当那个副手。对，还蛮近的啦。哦，后面那个火焰好大啊！哇，哈哈超强，还可以按喷射耶！哎，你们要来开我的那个火箭狂雷吗？赶快过来给你开！我先到这个比较宽的路来开好了。我是挑270万最贵的那个。哦，啊、哈哈超强的。对啊，他没火了，然后他用那个集气一下，应该差不多了。哦，他只有短，啊，引擎盖不见了。是吗？来，给你开，给你开。那我来送那个暗赌场啊。
按住 L 三可以加速。超快的，这台车比那个500多万还好用哎，虽然说没有机枪。全部买改要1亿，真假的？不知道哎。看一下第一人称。他的面板就收手，但是他的 mark 还不错哎。哦吼，水陆烈焰，哈哈，黑色，不晓得可不可以改车了，去看看。你铁泥高，没办法转啊。对。这车库看起来好帅气哦！哎 ，E A E B C， 哎，他这台车有机关枪哎！哦吼吼吼！哪一台？哦，这台车可以发子弹呢，连路发射。加速还蛮快的，然后转弯也很蛮稳定的，这样。哈哈哈。不行。Sophie 在。又来我的战区吗？我这边没有人呢。哦。哦，真的酷哦。我等一下。那我邀你当副手。如果副手多的话，你买货可以多买几台吗？真的吗？是只能一次买一台吗？是吗？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试试看？警察在我右边。好、哦。我知道是多一个副手可以多卖一台啊，啊，最多卖四台。哦，直接对、啊、骑上去了。它轮胎没有变，可是就这样子可以直接骑了，我够了吧？好，一样可以发子弹，我也来去把它开起来。你都可以改成这样，好屌！不能第一人称，但是可以第三人称射击。过头啦！可以换武器吗？可以哦，跟飞机一样。Hello， 定邦，邦哥。
交易载具，可是我这边看不太到啊，这边点进去就直接是交易载具了。翻修啊，翻修仓库吗？仓库地图啦，这是哪一个？洛坡塔，洛坡塔。对对对，洛坡塔没错。Hello， 团团，你知道那个有190万的吗？在港口那边，可是好远哦，有160，最是哦，对啊，对啊，所以我选那个位置啊。它最便宜的是160万啊，160，最右边那个。干嘛这样哲平？不要烧掉我的名片啊，哲平！我怎么可能忘掉你呢？小芊芊买高地哦，高地在这边吗？OK， 最贵没有，我不是买最贵，最贵是这个吧，280吧，靠最右上方那个 啊我是第二贵的270吧。装潢当然选最贵那个啊。什么是黑暗组织啊？应该是名称吧，名称。所以，交易载具这个任务过了之后，你就会解锁这个特殊载具任务。就是一些折扣的，买车都有折扣。